就是这种国际的大的电影节，心情怎么样？会不会有点小激动？开心。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旅程一样的事情。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准备啊？补习了一下英语，英文太差。现在有没有感受到粉丝的热情啊？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等等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部电影。谁是第一次来威尼斯电影节？我。举手。好，所以是你们俩算是跟着老炮来的。对，那你们这个跟各自跟老炮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在戏里面？我是他爸爸，不是，爸爸。这个演我儿子。这演我的情、啊、好多人看这戏都之后觉得您的表演特别的好、然后觉得您肯定能拿影帝，然后大家都这么说了以后，这方面您压力大了啊？这个事儿不会给你们演员搅和了的，放心放心。可是李峰好像当时是因为一句话是吧，他说过说这部戏会让你在演技上上升一个层面，所以现在上升了吗？上升了，都上升到威尼斯了。来到威尼斯感觉怎么样？开心啊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电影人的一个盛会，非常的荣幸。你之前有没有来过？还有这个你之前是很爱看电影。It's my first time to be here. Are you a film buff? Do you like films a lot? Do you want to watch them? Yeah, absolutely. Let's see. So how did you get involved in the project?你怎么参与到这个老炮这部电影？导演的邀请，然后跟我们的 Mr. Six， 他是一个中国最厉害的一个导演，他作为一个演员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。你说之前你拍的是电视剧，那现在要往电影，两个差距就是感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电影会更精致一些，那花的多的时间在去把一个故事在两个小时里面去把它给完成，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艺术。宋小宝。在冯小刚的电影，他的指导之下，会不会有压力？不会有压力，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我应该在一个最轻松的一个状态下面去把我的表演去呈现出来。如果我因为太紧张、太有压力的话，会影响我的一个拍摄的一个状态。
To me, I'm worth it. Baby, I'm worth it.我这是广角，广角可以。我以为他可以坐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，谁知道我们有一个国外的摄影记者，非常的敬业。估计他一直在拍。Show her how to whip it, now she remixing for low. She my track queen, let her hit the bando. We be Camari, and by my boo and lamb, I just my snatch of her necklace, drop a couple on the ring. She ain't one for nothing because I got her everything is big. Deepa, why is for you?今天这身衣服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？全是透视装。透视装。And a pit like pose for me. That's how I pose to pay. Yeah, that's how I pose to pay. Yeah, that's how I pose to pay. Everything look like a pose to be. Pull up to the. 冯导的衣服很骚气，骚气，很骚气。嗯，全是撕的，拍出来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来，你们看，峰峰露出点脑袋来，一二三，那个冯导稍微往前点，有点光，好。Everything good like it's supposed to be. I wanna do just to get up next to you.